饭店老板到处吃，大家都是我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开水白菜呀。那个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吧。烧鸟呢，一直是一个好像单价比较贵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突然发现有一个团购在我们家附近，有多附近呢？那儿就是我们家，那下边那破楼，下边那破楼就是我们家。瞎指。然后呢，这家烧鸟呢有一个99的自助吃。99烧鸟自助，那不是你想干的事吗？哎，我不会卖这么便宜的。走，尝尝去吧，看你质量怎么样。这本的是专门为了这个烧鸟设置的菜谱。哦，就这里边的都能点呗。肉呢，就是这些。一样来俩吧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那个券，我凭网上能够是99一位，因为它是一个新店，所以这是新店吗？鹤一不是新店，我们家门口这是新店，所以他可能是做这么一个活动。我那个券上啊，我发现一个小问题，而且这是也是人家设计的比较正常的一个，这个需要老师们到时候如果来这儿呢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啊。他设置的两个消费这个券的时间段。1点到5点，哦，和晚上8点半到晚上11点，那就是纯是用餐的低谷。低谷，对对对，而且只用了这个烧鸟自助这个，就是因为相对鸡肉呢，可能成本还是略低，好控一些。哎，别啊，严谨点啊，他有羊肉串啊，哎，我能告诉你这些都有半成品吗？就穿好的来的都是。有啊，肯定的。但我会觉得如果这种他一直做烧肉自助的，他可能就没必要，因为他人够多，做自助的这种肯定后边就是各种那个二级厨房似的，后边备一帮人去做去预制这个事儿，干嘛要进呢？自助这事儿成本能省多少省多少，他不可能全是进的。一般的烧鸟串的网上的随便买个什么，比如鸡葱鸡胸什么这些，2元左右成本一串也，你要像卖的话卖你4-5块什么的，他都不赚钱嘛。没毛病，拿酒水吧，走。还真有元气森林什么的呀？元气森林也不贵啊，但咱挑费也不高啊。咱们人一点啊，咱们就买了两位的。老枪这个水都不能给他，我自己买水。枪总刚才自己买水，他知道。来吧，我今天起码没迟到啊。这要就在你们家楼底下，你也要再迟到，是不是就过分了？终于，今天算稍微的松快松快了。精酿的杯子、logo、桌椅、露台、帐篷定完了。这跟人汇报工作来的是吗？给各位股东啊，给老师们汇报一下工作，因为老师们到时候肯定跟那5000-10000的跟那储值嘛，是吧？就是你们三连都不连了，你们再不储个值，你说你们合适吗？是吧？那就还是三连吧。是啊，你一样不占，是不是就差点意思？加油，小三。然后没看上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味道。哎，你原来开店的时候，有什么？你觉得我的这？太卡这儿了，太难了，费劲了什么的吗？哎，你连墙皮都是自己铲的，是不是？那会儿没啥卡的呀，要卡全是卡的。要不卡也就是咬着牙也就干。其实10000件事儿，然后都是零七狗碎的。对，这桌子跟椅子中间差5厘米，那块就塞不进去。你说这5厘米就得换桌子，重新定制什么的。对。我现在还一卡呢，招人费不费劲？招不上来。不好多大学生们现在找不着工作吗？但是人才的不是这个方向啊！人学英语学4年，给你端盘子来像话吗？老师们真的啊，你们要是真有想涉及餐饮业的啊，然后，如果干过的更好，没干过的话有这份热情的，然后脑瓜子也灵的，到时候可以过来试试。最好是男孩，因为宿舍的现在后厨的朋友们呢是男孩，那样的话好租宿舍。哎，这又是一个点，是不是？那个要是特别出众的女孩呢，也不是不行。哎，我就想说这个，我就觉得你不能放过女孩。串上了，先解释这个吧。那串上没拍特写呢，怎么？你叫祖宗，他妈来了。我羊肉行，电烤。
特别像原来那个马路上那个大那炸串车什么的，或者景点那种串儿。啊、哦，太香了。这第一口这串儿，我觉得如果他能无限吃的话，99只会票价。嗯，看见没有？就中午下午支台的就一个小伙儿。啊。然后就是什么？你看没有？我拿着拍子，老强跟那也指望不上他。看这个，你看这小玩意儿，你看这没有？哎。你看，他都指望得上，老枪都指望不上。你看老枪跟那背着干嘛呢？这叫什么？鸡肉丸。那什么叫脆骨？鸡脆骨丸。我觉得啊，就是他做年头多了，他有很多供应商啊，很稳定，能找到比较，就出品还不错，采购价又不高的东西，这够用。那小味调的可以。我不骗你，这还真是炸的。你看这个圈子。这是肉的部分，嗯，如果烤的话是这儿会黑，但瓣儿不会黑，但现在瓣儿也黑了，嗯，这怎么吃个饭跟他妈断案似的？哎，这是那个牛筋，这是我那个母校嘛，哎、这牛筋会不会告他？哎，咱们不多说，就这么一小碟儿啊，虽然不多啊，这么一小碟儿，你说现在卖一盖饭卖20块钱，在北京，盖饭算了，牛肉面这么多肉都不一定有这么多肉，踏踏实实的，这小鹌鹑蛋。味儿还行，哎，这小人真是糖心儿的。除了那次上次那金德巴脑和以后的谢谢牛，你在哪儿吃到过糖心的小鹌鹑？这个有一说一啊，这汁儿寡了点儿，因为它是糖，不是糖心的，所以里边那个黄的部分，它没有味儿。你知道糖心鹌鹑蛋的难点、嗯、不在于保持它那糖心是难度，嗯，是糖心完了把那壳包了。是贼费劲的、啊、你怎么给我出一主意？你说那生的时候包吗？生的时候包，不是我是有，我有看着有那么大傻子吗？哦，有哦，这一会儿哎，这酒咱们要是能喝10瓶也回本了。哎，包面子，我刚才不说吗？人正经元气森林啊，这代言人特别像我们家15长的，好多人说这个像缅因，你好好说，人家。长得精神啊，缅因不精神吗？人家不精神吗？哎、他们俩不一样吗？这个只代表他个人言论啊，同志们。缅因可爱，人家这四四弟弟也长得精神，那怎么了呢？我没邪过人家。来吃猪排。我们仨人长多像，这点是不是找不回来？猪排听听啊。哦，可以。还行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嗯、行哎，出品有点意思，不愧是叫什么老店是吧？也算是老品牌啊。你说多不累，跟北京开个7、8年、6、7年，这都算老店了。人家好多外边的店，开什么20、30年什么的，都觉得自己正青春呢。这就跟人一样，他经历的不一样。有的人在北京开餐饮6、7年，经历过风吹雨打；有的呢，在可能一些别的城市，经历不够那些。今天要调整你这个，明天要整改你那个，明天要收拾你那个，然后哎呀，那人都开一辈子，人高高兴兴的，人能。守着那匠心，人有那老手艺，房租也不涨，人员也不涨。嗯，跟北京开饭馆啊，跟外边那账、啊，哎、别说了，说的都难受了。跟外边打那仗，真不是一个仗。哎，但是我们越挫越勇，我们还敢开新店。来，大家满心子的祝谢谢牛越办越好，谢谢大家好。嗯，哎，你不想再透露一个别的店吗？哦，对，乔大院啊，也装修完了。还有呢，你往街里看。在朝阳门北小街啊，叫18平米。哎，这名字不错。麻辣烫，就18M 方。这个呢是我儿子起的，是蔡老师给我起的。正好那个店呢是18平米，我说那个18就是吃吧的意思嘛，然后就写了点小文案子给他追进去了。谢谢蔡老师。哎，别谢我，谢谢牛就好了。整个一期全是广告。这是什么唐扬鸡块是不是？嗯，好，这成品，三成品。我觉得好像不是，我没人说吗？我觉得这家店啊，不太会用半成品啊，除了还真是，这不是这小玩意儿不好说。这个糊裹的就是不一样嘛，跟那个半成品那个糊。哎，半成品来了。啊，这有点过分了，你看背面也不叫过分，这叫安康鱼干啊。为什么说是半成品呢？你看它背面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制品。看出来，这个下边这块就有点跟火腿肠似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时令的东西，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。
口感不能说难吃啊，但现在方面更好，我觉得够用。还有99，不要自己吃。哎，你猜我吃肉了吗？哦，哎，这还有这个，这布我不爱吃这布，不必要了吧？这才是精华呢，是吧？你快吃吧。啊，你不吃，我是让你安抚你一下呢，安抚鱼竿。你拿酒去，喝这个。那你喝哪个？这不有点听的吗？我都一样。前面那个听的，就算了。那个老师买在那个我那个进口超市，碰见过我。进口超市还开着呢。说什么呢？关了。开着呢，因为所以这进口的这块我还是稍微的有点知识的哈。那底下那个白熊的啤酒就是23一箱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说呢，我收到了一个老师寄的酒，寄了2瓶没有包装的酒，是说自己家的烧酒。是自己家的烧酒，还是自己给你家的烧酒？没有包装的酒，你琢磨琢磨吧。自己家里边的，寄上洗手间，打两瓶酒给你出来。人家留了一小纸条，人留一小纸条，写尿满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进到洗手间，然后打了瓶，给你打了瓶酒出来。然后不是我留一小纸条，写着尿满了。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还挺好喝，没敢喝。重点是他那个纸条署了一个名儿，是 B 站的一个 ID 名儿，可是我在 B 站搜不着这 ID 啊，所以我就不敢喝了。这真的得端量端量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觉得老师们虽然是给我的啊，但是肯定也是给咱们这个团队。也大可不必。我拿着咱一块儿喝去。我酒都戒了，我跟你说。但我说实话，老枪每天跟着呀，辛苦。赐浴酒。滚。不过啊，真的谢谢。我替这儿孙们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吃这小果，清清口，别看人便宜自助，人家把这皮儿都还都。废话，这个不剥皮儿怎么腌呀、啊？腌不进去味儿啊。它这个是这小西红柿里边稍微点了一点桂花，就是等于酸甜，两个还都比较搭。你把这吃了，我想喝这汤。老师们也肯定一样啊，糖拌西红柿，小时候就爱喝那个糖拌西红柿汤。有没有跟他一德行的？而且吃西红柿的时候老杵，杵着吃，这样的话摊就能多。嗯，我接着再来两串，你聊得起。我也来两串。你看我们俩这德行，就说明羊肉确实吃得过，但肥肉略多啊。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有点边角料的嫌疑啊。那正常，因为人家这块啊，他不是光烧点自助的，人家主要是卖烤肉、卖烧肉，可能比如说炫点边出来呀、啊，有些什么的修那肉啊，修完了呢就直接干这事了。烧肉的修的边啊，一样，它只是为了让你好看，那肉该是正经肉还是正经肉的，是什么鸡葱？哇，这鸡葱可以，主要是它那个刷的那个酱做的还行啊，调的那个。但是呢。有一说一啊，这种呢就不能跟比较厉害点的烧鸟类那么比了啊。酱给的有点狠，有点往下压这个本味的口感。之前老说呢，为什么说这烧鸟店呀会比较贵？咱们有一说一，客观的说，真正的好的烧鸟师傅首先很贵，北京啊1-2万、2-3万是司空见惯的，很正常。另外一个呢，通常真要是做烧鸟的店，它的鸡它只要有良心的，它是一定不隔夜的。但北京呢又不太能进活禽，那它的采买渠道是很重要的，因为鸡肉这玩意儿一冻，汁水就没了。那烧鸟吃的就是那个汁水。为什么很多老师朋友们说啊，那也不行，它那个鸡什么的，那没觉得好吃到哪儿去，就是因为呢，现在像如果北京啊这种城市，拿店比较贵。开小店的呢，比较能成立比较多。他开小店，他怎么能挣到钱？让你人均60，他就挣不着钱。居酒屋模式就上线了。他不是真的会烧鸟，他就是拿这个居酒屋和烧鸟这个东西扣帽子，然后去把这人均提高。但是他又没有烧鸟的手艺。真正的好吃的烧鸟是真的很好吃的。你尝尝这个，这是那个脆骨跟鸡肉，这有点味儿，有点寡，没味儿。所以我建议你来这个，他这是自己调的，看见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抖它？那要的就是那个裹满粉的感觉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鸡胗。鸡胗？鸡胗？还有鸡胗呢？对。
你知道人家店叫什么吗？啊，叫贺一，听着是不是特别日化那种？啊，贺，呀，咦，我的妈，贺南料理嘞，各种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要是老板杀出来了，谁说点来？你弄啥？那别怂。哟，你龟孙脱一身，那可行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你喝多了，人家小姑娘爱干净，以为你吐出个龟来。哦，老师，如果看不懂的，请翻到我们俩吃那个臭味饺子那期。我们有点吃饱了似的，但是战斗力有点不太行了。不能够，你还没开始呢，没开始呢。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。嗯。你看咱玩这个，嗯，虽然说不咋地啊，嗯。但他好歹他叫个文玩呀、啊！你可真有点岁数。您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也能盘变色吗？你只能盘掉色吧？这个是一个朋友送的手串，然后你慢点说。白菜？什么朋友？你想呀，我给你30秒想。17、18岁的时候的一个女性友人送的。17、18岁的女性友人。嗯，我17、18岁的时候的。哦哦。我17、18岁，我犯罪吧，我老不正经，我不是人。啊啊、17、18岁那会儿的一个女朋友，对，他那会儿47嘛。我们俩那会儿很爱了，然后人家出国去加拿大了，这不是那个，嗯，哎，说伤心了还，哎，别干别干，没有意义。哎，这是不是没说呢？这个菜，哎，反正展宴吧，这一出来。人家叫三文鱼沙拉，烟熏的，那应该是成品的，烟熏的，就是为了好煮出来。那怎么就一针子呀？我们都没吃那针子，这没针子。你吃的是真的吗？不是，你吃真的了吗？没吃真的，我也没吃真的。叫人，没针子不给钱了。对，说白了，我刚才看那些串里边，成本最高的就是鸡胗的。服务员，哥们儿，再来4个鸡胗。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漂亮。啊，就是没有鸡胗了，对啊。今天开先是开业的时候，现在是有的，是吧？对。不就因为鸡胗贵嘛，对吧？因为鸡胗肯定不难买，那为什么不备是为什么呢？等于鸡胗是每天有，开餐的时候有，对。但是这会儿没了，对。啊，鸡胗卖高了就赔了，这个叫我们能理解，但我不能完全理解。所以我觉得作为店家，不能光指着让消费者去理解，没有道理。那确实没鸡胗不应该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还真挺爱吃鸡胗。你说它比这里边算贵的，但它不算多贵嘛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再贵没羊肉贵。没、哎，这就是性价比还是真的挺好的。但是这个活动都马上结束了。我看他写的是24号，那个小红菜单上他写了129的话，我觉得也 OK。俩人260块钱，现在吃什么点不得？差30块钱的事儿。对对，但鸡胗得有啊。我觉得今天这餐体验还是挺好的。好。然后我觉得要不然这期咱就下课下课、啊、然后老枪跟那儿后边不知道点外卖呢还是干嘛呢，一直也不搭理咱们，咱们就是反正吃的也挺好，喝的也挺好，不错，然后把我们想传达的信息呢也告诉大家了，主要就是做广告，然后对对对，再给我弹幕说咱重复一遍好不好，老师们谢谢你们啊，谢谢对我们的平时关注，本期节目咱们下课下课小三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And my imagination.